陈先生，你可能罹患了神经性强迫症，英文简称 OCD。通常患者会重复做同一件事，如果不能做到自己满意，就会非常的痛苦难受。喂，你等我。因为我也是这样，所以。我们是同路人喽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什么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才没有嘞！女生告白犯法。剪刀石头布，谁先吃完谁就赢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个人可以这样陪我。我们可以一直维持这样，一切都不会改变的。毫无征兆，我的 OCD 就这么消失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有没有可能把 OCD 找回来？难道你不想变好了吗？我们不想要被治好啊！我说过，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。就是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变得就这么简单而已。我们可以一直维持这样吗？不要改变吗？男朋友，可。